刚刚我们是先去梨园寮车站，啊，在岔路口的地方呢，我们又要做一个大回旋，然后往前吧，没有，要往去。你要往这里啊？你不是要去泰兴园吗？泰兴园要往前。这边不是？这边下去就已经到那个太平了。太平了。嗯，到那个巧云巧云小站。哦，好，就现在绕回去，就会错过太兴园。哦，这应该就是一个景点了，泰兴国小。啊，你的泰兴园那泰兴园停车场在下面。哦，是啊。我们都把人家给开上来，好不太好，好吧？我们就倒一下，回去停车场喽。